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再推荐一下这款新款的这个小手吊。这款小手吊呢卖了大概100多单呢，这个反馈也是非常的好，包括里面的内置的这个旋转非常的舒服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然后呢电镀的手把做工也是非常的精致，然后总长度呢是49公分啊，加钩的长度大概在52公分左右啊。然后呢今天下单呢给大家再送两个合金钢的这个钩头啊，不是很差的，下面的小黄车